Beauty， 你是否曾经跟我一样，看着镜子，想着什么是美丽？我美不美丽？真正的美丽，会不会不是所谓的天生丽质？会不会不是渴望成为什么？有一种美丽，是混乱中的美丽。Beauty in the mess。或许生命很混乱，但你的经历造就了你。不要放弃，要记得为你的混乱、你的挑战、你的经历感到骄傲。我就是我，即便不完美，我还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你的情感使你有生命，你的情感为这个世界带来温度。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不要这么敏感，不要这么有情绪，不要哭。神创造我们有情感， and that is beautiful。 女性们，我们的情感是多么的细腻，让我们能够带来特别的触摸，特别的 touch。 你的渴望反射神的形象，渴望被爱，渴望成为独特，渴望成功，渴望忠诚，就跟天父爸爸一样， Just like him。真正的美丽，会不会不是天生丽质，不是渴望成为谁，而是当你找回自己的价值，拥抱自己的身份。 Dear ladies, when you be you。You are beautiful。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不美丽，因为在他的眼中，你是最完美的创造。 Be your own kind of beautiful and make the world more beautiful。 成为你自己版本的美丽，我们一起让世界更美丽。 Happy Relish Day!